先生你好，我是江青子。生生慢。真的是江青子。生生，生生，叫你呢。在，我在。生生比我入圈早，他一早就睡江青子公司了。刚才在睡觉吗？嗯。无声淡定。他声音真的特别出名，那他本人呢？没人叫，从不露脸。晚安。晚安。根本没办法淡定，好吗？你跟江青子到底发展到哪一步啦？大伙翻炒。放花生米还有葱花，立刻就可以出锅了。我总觉得江青子他对你有意思。绝对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你就一点儿都不好奇他到底长什么样啊？这么很早就认识了，你的声音我记得，就算过几年再听也能认得出来。我们因为声音相知，因为声音相识，因为声音相爱。想你，有多想？